要吃营养美味的三白鱼来台南就对了。台南市2023三白鱼产业文化季，9月16日起在将军、客家、安南、北门七个区轮番登场。市府今仔日9月12日举办记者会，市长为着化身三白鱼达人，向大家介绍三白鱼多种新鲜的吃法。邀请全国民众到台南享用当令肥美的沙白鱼料理。台南市长为着表示，大家来台南来品尝我们味美而且又鲜、营养价值又高的虱目鱼。那台南市的虞目鱼季即将展开，总共五个区哈，将军、北门、七股还有安南，还有哪里？学甲哈，学甲、将军、北门、七股、安南哈，这五个区都是台南市的虞目鱼啊，重要产区。那台南市也是全台湾虱目鱼产量最多的。但是面对传统的吃法，我们更要让更多年轻的消费者知道很多虱目鱼的好的地方，不管是营养价值，不管是这个没有少脂肪，而且是健康的一个食品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新鲜的吃法，包括这个虱目鱼挂包、虱目鱼汉堡哈，还有虱目鱼酥哈。那很多很多的新鲜的吃法都可以挑战年轻人的味蕾。那尤其虱目鱼是一个古老的鱼，但是有新的诠释，包括小孩子喜欢文创品，大人喜欢虱目鱼的美味，通通都欢迎。那欢迎大家来台南品尝优质虱目鱼，尤其我们今年的虱目鱼的产量跟去年以前都差不多啊，所以说欢迎那些好朋友们说台南的虱目鱼减产，所以造成虱目鱼价格上涨的人，来多多品尝虱目鱼，尤其品尝又平价又好吃的虱目鱼。农业局长李建义表示，我们台南的沙巴拉要收成的时阵，咱台南的沙巴头赚占全国农业，意思是讲，咱全国两块沙巴拉有一块是归咱台南所生产。啊，今年咱五个区公所足认真啊，足用心。各区的鱼，迄个公所办的活动真精彩，真趣味。像我手林旁的这个龟背沙白啊，罗金，我想这是代表咱台南这沙白文化的精神哦。咱对9月16将军到10月初7，咱的客家啊，10月14，就是咱的迄个安南区公所啊，所以10月20，咱的北门10月21，咱的迄、那个。七股公所要办咱那个虱目鱼的产业活动，我想伫只要欢迎咱那个全国好兄弟、好朋友哦，咱只乡亲时代，大家来到咱台南，食上届到底咱的沙白鱼料理，啊，佚佗咱上届好耍的渔村文化，伫只台南市政府欢迎全国好朋友，大家做伙来食沙白鱼料理，啊，来看咱乌面拉杯。第一场由吴将军区公所办理，在9月16日尾山沟观音岩登场。将军区长洪崇怀表示。大家好，今年2023年台南市的沙白鱼节活动是由阮将军区来拍头阵哦。今年的日子是9月16，由阮将军区尾山沟观音岩的庙前的广场来举行。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有阮的挂包哦，挂包内面的有咱的地方的特色，就是沙白鱼。加咱的芦笋，加咱的西瓜米来，做成的，啊，搁有其他咱的鱼头，哦，啊，搁有咱的迄个鱼刀，等等，哦，拢呈现出啊，我们今年虱目鱼节的沙白鱼的特色，哦，啊，来结合啊，地方的产业，啊，相信要带给大家，耳目一新的一个情形，啊，感谢各位。农业局指出，开幕场将于9月16日，将军尾山沟观音岩广场闹热节目，接下来由沿海各区公所办理文化季系列活动。10月17日，客家区花庄公园客家非杀不可。10月14日，安南区鹿耳门龙鱼公园虱目在台江安南照酱园。10月21日，北门区罗德哥渔港渔会销售中心前广场。念念罗德哥思想市自10月22日，七股区游客中心私藏美味，赞不绝口，结合了宜川龙游美食料理、爵士乐飨宴，加在地沙白鱼产业文化的特色，绝对予游客有满满的收获。详细活动资讯，
可到区公所官网，也是上台南抢先报粉丝专业查询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